孙女，哎，陆总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听说你喜欢喝茶，我托几个朋友找了一些福建大红袍，希望合你口味啊。哎呀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来喝茶。大红袍，这个力道比较大，尝尝。 好，谢谢。陆总，你们的方案我已经看了，很有创意，不错。哎呀，您过奖了。其实呢，我们这次找的这个设计师呢，都是年轻一代的设计师。比起老一辈的设计师呢，他们的思维跟设计啊，更大胆、新潮，这样呢，也才能符合贵公司情人节专案的这些主题。 看得出来，陆总为了这个案子花了不少心思，非常感谢。这是我们该做的。我今天呢也把合同带过来了，待会有时间您看一看。看得出来啊，陆总对茶道非常有研究，手法特别娴熟。我相信跟您比起来啊，是班门弄斧。试试吧。 好茶，孙经理，这是我们的合同书，待会您看一看。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呢，我们先提前修改，好吗？陆总，别着急嘛，再等等吧。其实你们的方案做的不错，就是价格，跟同行比，贵公司的报价那可是遥遥领先了。哎呀，是这样的。 我冒李斯呢，对这个方案呢是非常有信心跟诚意的。我们几乎动用了最顶尖的年轻设计师，所以这个价钱已经是最低的。最低？对啊。啊，请进。打扰了。孙先生你好。你好。来，坐，请坐。哦。怎么了？不想见到我吗？怎么会呢？ 你说，我们大律师公司这么多年，突然间跑去灵美了，我都见不到你，挺不习惯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什么意思啊？来，坐，喝茶，喝茶。老师，尝一尝。哇。 福建的大红袍，看来陆总出手也蛮阔绰的。其实我今天也带了我的伴手礼送给孙先生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看一下。我听你秘书说，你上个月不小心打破了你最喜欢的紫砂茶具的杯子。其实我不懂茶的，也是回来中国之后才接触的。但是我可以明白，一整套茶具是缺一不可的。 所以专程送给你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从哪弄过来的？<笑>你喜欢就好。太喜欢了，<笑>好东西。来，坐，喝茶。<笑>好，喝吧。<笑>嗯，陶博上的山寨茶杯你敢送？真的很好喝。 回头再看一下，有什么事电话联系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你拍马屁的功力真的是。 进步神速啊！这不是跟你学的吗？居然把奥里斯的常规报价告诉那个孙经理，太高级了。对呀，是我说的怎么样 ？Steven， 我喜欢的是女人。说什么？哎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
不然干嘛处处跟我针锋相对，跟我作对啊？你想多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本来就是同行，有竞争是很正常的。如果有实力，就拿出真本事来跟我争，别老来阴的行吗？对，在我们这一行，谁最后赢了，才叫真正的实力。 不是吗？乔总监，看什么看得这么苦大仇深的？咖啡都凉了吧？要不要我给你换一杯？你看看，所以你早就知道了是吗？ 那你怎么会同意他用这么低的价钱接这个单子啊？首先，我们完全没有利润可言。其次，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做错的话，我们很有可能赔本。这完全不是陆远扬的风格。我当然有劝他，可是争强好胜才是陆远扬。争强好胜，争什么？跟林美争。Steven，AC 不是都说了吗？他们会把单子给我们接，还争什么呢？没签合同的时候，什么事都说不定。Steven 知道我们的利润是成本的 150%， 所以他特意压低了林美的价格。哪家公司不愿意跟价格低的合作？ 远洋的反应跟你是一样的。所以他确定用这个价钱接这个单子吗？他人呢？应该是去酒店的路上。干嘛呀？ 这价钱我看了，根本做不了。这我核算过了，没有问题。这价钱太低了，我们是有规矩的，不能因为这一单生意就破坏整个行规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况且这奥里斯的规矩是我在定，全国问的。不是，这个价格我们根本就保证不了质量，我们是很有可能承担风险的。像你这样做生意是不对的，知道吗？ 所以现在你要教我怎么做生意吗？我的工作就是要提醒你，现在已经不是废天南专制的时代了。就算奥里斯是家族企业，它也不是你家的。你好像忘记，你现在连站在这个能说话的权利，全部都是我给你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少废话，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服从。 如果你想拆散一对情侣，那么就让他们做同行吧，而且在同一个公司，这样不吵架的几率几乎为零。国产的披萨果然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吃不吃？嗯。你吃你。你给我吃一个，你喂我吃。好吧，我喂你吃一个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。你是狗，乔安可不是。哎，你自己看看啊，人家乔安一个人住的这段时间，人家这屋子里面收拾的啊，你再看看你。啊，是是是，乔安在你心里就是女神，就是天女儿下凡了。女神呢，是以前的事情了，现在呢？ 依然是我的女神，真贱。但我说的不是这个，哎，你说乔安这么长时间没见到咱们了，会不会特别想咱们呀？尤其是特别想我。哼，想多了你。怎么我想多了？不是，哎，咱们给乔安一个惊喜吧。惊是有，不过是看见你。
洗就算了。不是，你好，你需要想一下啊。如果乔安一回来，我们躲在一个地方，啊，他一出现，我们就啪，吓他一跳，怎么样？嗯，给他个惊喜。幼稚。我怎么就幼稚了？很惊喜呀！惊喜！哎哎哎，不错呀，乔安，我们多长时间没见面了？是不是特别想我呀？啊，我们给你个惊喜，是不是让你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？你没有被吓一跳吗？说出来，说出来，被吓一跳。你俩还没有缺胳膊断腿，有什么好吓一跳的？开始吧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，每个女儿上辈子都是父亲的情人。 AC 作为国际的一线品牌，在这一季的情人节产品的宣传中要如何脱颖而出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情感。我们还想要加入父女之情。大家试想一下，一位父亲手执书本与躺在草地上的女儿谈心，沿途的景色很柔和，再加上一些伴着夕阳的雾，我们找到一位女摄影师把全程都拍下来了。刚刚这些将作为我们广告的首页，也是贵公司在接下来最新的核心价值的广告。最后这广告我们会加上一句动人的标语，每个故事都蕴含着一段漂亮的旅程。有意思。我们公司创意是最新的，价钱也合理，我想这个广告我们是不二人选。不错，确实不错。孙经理，麻烦你先看过我们合同书以后呢，再做最终的决定好吗？好啊。乔安，真是这么低的价格？不会吧，我们这次奥里斯破例去压低价格，就是希望你们能看出我们的诚意。陆总为了跟我们抢单，居然连利润都可以不要。Fine， 这单生意我们不要，让给你。孙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林美主动放弃这次比稿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感谢你的参与。Dino， 走吧。陆总，希望这一次合作愉快。啊，
想我了吗？没有。哼，你平时的日用品我都给你带来了啊。这个袋子是你平常用的牙膏、牙刷，还有洗面奶什么的。我怕你加班变老加快，我给你买了盒面膜。就我现在这样，用面膜是没用的，十箱都没用。你自己知道就行了。还有这袋子啊，这个是你的套装，然后下面我给你拿了一条毯子，你晚上加班的时候可以盖着。你想吃什么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送过来。平时什么烤串啊、烧烤啊、麻辣烫啊、凉皮啊什么，千万别吃啊，对身体特别特别的不好。哎，你们陆远洋也真是的，周扒皮嘛啊，天天拿鞭子抽让你们干活，都不让你们休息。你小心猝死，我跟你说。你小心去哪儿？走了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谢了。看看，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，不过辛苦你了，还跑来告诉我。你知道你看到的是什么吗？不是多么重大的新闻，是你的骄傲自大。这个事情跟骄傲自大有关系吗？还有，我到底要说几遍，不要再管我的事情了。这不是你的事情。这是奥里斯公司的事情，我们公司好不容易才有点起色，你一巴掌把他呼死，你就高兴了是吧？乔安，听清楚啊！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你的 boss， 我真的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事情，你也不要想尽方法来左右我的选择跟决定，可以吗？听清楚了吗？我倒是想问问你，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提线木偶吗？你觉得你对我来说算什么？我觉得什么都不算。陆远洋，我受够你了，受够了！我受够你那种忽冷忽热的态度，还有我们俩这种忽远忽近的关系。这一单 case 不管出现任何问题，我都不会再跟你一起承担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留也是你想留的，如果你想要走，我不会拦你啊。哎，可怜的男性抗压能力有时候远远不及女性，话一出口，陆远洋就后悔了。哎呀，我觉得跟你衣服也不搭呀。哎，小姐，你终于来了。哎，好。你看看今天现场这些道具都长啥模样？哎，连一张像样的桌子椅子都没有。你就算是去西普路买，也比这个好吧？不好意思，导演，这样，您把你需要的所有东西开张清单给我，我让助理现在就去买，马上。嗯，大姐，麻烦快一点。立马去。丽姐，你这边情况怎么样？哎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差的拍摄环境啊！现场连个音响都没有，哎，就一个破 CD 在那里，哎，这拍摄起来怎么可能会有 feel 啊？哦对，还有这个化妆师，就一个化妆师在这里，那么多的模特，哎，怎么搞得定啊？哎，你们这样拍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过关？好了好了，丽丽姐不要生气，你们都是天生丽质的大美人，你帮我跟大家说说，先自己画一画好吗？拍着拍着，谢谢。啊，行了行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乔小姐，你可算来了。你们灯光上的那些柔光纸啊，是从哪买的？质量太差了。灯光上的温度很高的，这样长时间开着肯定会点燃的。不行不行，全部换掉。就是技术方面的事，我也不是特别懂。要不这样，您需要什么，我叫人现在去买。但是最起码也得要下午了，您能不能将就先念一下？将就？这个怎么将就啊？这个，所以就需要您帮我想想办法了，拜托拜托啊！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
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，这就交给你了，谢谢。哎，乔小姐，处理一下，谢谢啊。哎。看班啦，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吃的盒饭。好的，谢谢你，先吃啊，我还有事要忙，我去打个电话，马上回来啊，拜拜。你见到我没有很开心吗？这么忙呢？哎，齐飞啊，我想找你帮个忙，你把你们家有的什么贵重的红酒啊、香槟啊、什么沙发垫啊，还有那个复古的烛台什么的都给我拿上。哎，对了，还有那个音响一定要带。对，现在马上，我现在就把地址发你，你等一下联系我。啊，等一下，联系你好吧。好了，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闹脾气了，好吗？好。来，一会儿见。你怎么来了？看我怎么给你收拾烂摊子是吗？上一次我话可能说得太重，给我机会解释一下。不用解释了，我现在很忙碌，谁也听不解释。哎呀，放开我！哎，吃饭呢，跟民工似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乔安送东西，送完东西我就走了啊。哎，一会儿你碰见乔安以后，跟他说我把东西都给他拿全了啊。还有，以后别给我蹲着吃饭，民工似的太难看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张曼玉在剧组里面的时候也是这么蹲着吃盒饭的。你吃不吃？我不吃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别走。干嘛呀？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你有事说说，你别拉我衣服。你先回来。不是你干嘛？你有话你就说，你别拉我。怎么了？那个，我们那个什么，你别墨迹。我们到底什么关系？这算是什么问题？就几位，你回答我。这个问题没法回答。不行。什么不行？跟我说你不准走。你好，我不就是亲一下你吗？能怀孕吗？那万一呢？好，就算你是万一怀孕了，那也请你默默的忍辱负重，把这孩子抚养成人，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。加油。
了？哎呀，快跑嘛！最里面的一间摄影棚着火了，快跑呀！夫妻，不要担心，我去叫人。有人吗？你赶紧给我醒过来！还有好多游戏没有陪我打通关呢，你答应过我要陪我打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还有我平时让你运动你也不运动，现在连个火灾都跑不出去，你还重成这样！坚持住，我们会出去的。
女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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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吓我，你别吓我，你醒醒，女儿，女儿。等你离开了，我带你出去，你要赶紧走，我就要进来了。亲，亲，师座，快点醒过来。你好，你知道吗？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了。所以你给我醒来好不好？你也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好不好？你好，你好。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刚才不是晕了吗？你装的？我当然是装着呢，我一直就醒着。幸亏我刚才看见你的时候，我眼疾手快，应声倒地。你神经病啊！我跑了这么长时间，你给我装死玩，有意思吗？怎么了？你吼什么？还好我眼疾手快，要不然能听见你这么深情的告白吗？想不到江少爷藏得还挺深呢。刚才你说的那番话，我特别特别的感动。你再给我说一遍吧。我觉得你好像脑子真的有问题，神经病！啊！你别走！你别走！你喊我干嘛呀？你刚才把手撞着了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是因为救你，我手能受伤吗？那可是我真的快呛死了，我还让一堆人把我挤到地上去，我是爬着才出来的。我是知道你会救我，我才装死的。你知道危险，你还在上面装死玩，有意思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吵架？咱们离开，不要影响我们救援。快，走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为这点小事跟我激进？走不走？上辈子欠你的吗？乔安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啊！再不走，就是两个人一起死。说什么死不死呢？我们俩一定会活的。我的主君，明白是刘备听话。你不要想随随便便你把我甩掉，没那么容易。你还没给我戴上戒指呢。我你也会好好的，一定会有人替你戴上一个更大更大的钻戒，你不用遗憾的。快走吧。谁给的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你给的。送给我，消防员都已经进去了，咱们刚才就被他们救出来的，乔安也会被他们救出来的。我有危险的时候，乔安冒死去救我，现在乔安都快死了，我就站在这里勾结同生，那不是假仗义吗？什么假仗义啊，他不会有事的。
你好，你冷静点，乔安不会有事的，好不好？啊！救护车都记起来，乔安要死了！乔安不会有事的，你冷静点。我就这么一个朋友，我不能让他死。救护车！救护车！哎，队长，救他！队长，赶紧救他！快，这么快！这里，快！朋友们，下午好，我是江城码头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好，我们现在在火灾现场，我们现在火灾现场。往前靠，快点，往里边靠点。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！我刚才找了你半天，我因为你出不来了，你要是出不来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好了好了，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咱不哭了，好不好？可是你要是出不来了，我还要出去有什么用啊？是能买好吃的，还是能交房租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吃的房租，小傻蛋！还有你，也是个傻蛋。你这瞎说什么呢？你先起来。我也不。说什么呢？你跟倪小学的白痴病啊！再说了，就算是我死了，是不是也应该永远活在你们俩心中啊？永垂不朽。不是这样子的，你听我解释一下。嗯。夏总监 ，AC 那边来电话了，他们看见新闻了，要求直接与我们项目负责人对话。可是陆总电话根本打不通，乔安姐的也打不通。别管那么多了，我现在去现场。老大跟乔安没事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也去。你别去了，留在公司善后，给他们两个打电话，不要停。安排人去附近的医院去找，看他们在不在。要是有客户上门，就跟 AC 方面讲，因为我们的项目负责人也在拍摄现场，所以至今生死未卜。生死未卜，也太不吉利了吧？夏总监就不会说点好听的？乔安姐，乔安姐，你脚怎么了？你没事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刚换的衣服要起褶了。乔安，老大没事吧？啊，放心吧，没事。他刚哮喘发了，现在在医院。AC 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哦，我手机从刚才响到现在一直就没有停过，什么开会啊、比稿啊、解决个人问题我都试过了。现在媒体全都挤在一楼大会议室呢，怎么办呀？现在已经在了。嗯。别拿，跟我换鞋，快！可是乔安姐，你脚上的伤口根本就没有处理过呢。就是不能让媒体看到我的伤口，快！这个我拿着。放心吧，我好好就是对整件事情最好的回应。可是你的脚这个样子，资料给我。陆总今天休息，不会来公司了，所以记得等一下回电给 AC， 把所有的电话转接给夏总。夏总，
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，我先去应对媒体跟客户，回来之后亲自向他们解释整件事情。乔安姐，赶紧去联系客户。加油，乔安姐。加油，董事长。